考试，但是昨天是在跟你玩，可不可以帮帮忙啊？是什么啊？ I like to be educated, 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e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ew. Rewind, take it out of cue. Innocence can be a young man's game. 千万不要紧张，一定要在考场中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。我在这里祝大家旗开得胜，金榜题名，你们是最棒的，加油！You have two more? Great. Five. Exhale. Nice. One. Beautiful. Two.2020年了，女生穿个泳装不正常吗？2023年了，日子都过糊涂了。对对，很久之前就想染粉色的头发了，可能从高中就开始想了吧。然后这次撑了最后一个学期，下定决心我搞一个试试看。然后出来的效果我自己特别的喜欢，就想着那这么漂亮对吧？不多拍点照片，那不是亏了吗？想展现一下我撸了一个学期的铁的成果，对，就有点小骄傲吧。我很喜欢我的身体，那大大方方展示给大家看不就好了？ I like to be educated, 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ew. Rewind, take it out of cue.周星驰先生啊，他私底下人是很严肃的吗？还是也是很快乐的一个人？一般都很严肃了，我觉得。他很严肃。对啊，我看到他最多的动作就是这样子。很烦恼的一个人。对，好烦，很烦的。那你们跟他合作的时候，跟他一起表演啊，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他没有让我们演出很好笑的。你还不好笑啊？不好笑、啊，你还不好笑，你太好笑了。你那一场烧他头发，我们快笑死了。那个是 NG 的。对啊，他在笑了。NG 的。你看到我就在笑了，但是他就拿出来。我们两个在玩的时候，哈哈，这样他就拿出来。对、啊。哦，他就剪进去了。对啊，他剪进去了。那个是 NG 来的，不要以为是 OK 的。OK 就是这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。其实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很多像这种他觉得很好玩的桥段，他就会拿出来。像比如说《少林足球》里面，他们那个唱那个歌，两个人唱那个歌，什么大师兄，什么金刚腿那个，那你看他们也是笑场啦，对啊，而且是真的笑啦。可是他就拿出来用啊，就其实看起来也是蛮好玩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邵老师，当初你配周星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压力？因为他的表演其实已经是很强烈。会啊。那你怎么去诠释？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当初配的时候，应该屈中恒应该有接触了。我那个时候真的配到怎么样一个状况呢？就是坐在麦克风前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话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导演跟领班，导演是张海静，啊，领班陈明阳陈哥，两个人居然能够为我一场戏两句话，两个人要打起来啊！就是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做到导演要求的那个感觉，就那个音。那个音准就做不到，真的在麦克风前面做到最后，
是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怎么办呢、啊？有其他的配音员跑进来啊，叫把我叫起来，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转一圈啊，喝杯水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再进去再配。那真的是，然后回家真的是躲在棉被里面哭。那比如说从你开始接触到周星驰这个角色，嗯，到后来你的配音成型了，嗯，这中间历经多长的一段时间？四部戏，第五部戏才正式的， OK、才正式 OK。配的第一部是什么？赌侠，第一部赌侠，第二部整人专家，第三部逃学威龙，第四部情圣，第五部上海滩赌圣，到第五部才正式成型，对，才等于说完全掌握到他的所有的那种反应，甚至于有的时候他一讲完话，他的反应我都不用去看他的表演，我就知道他这个话讲完一定会有什么反应，或者是说别人讲什么话，他一定会有那啊这种反应。你们两位以前知道他是帮周大哥配音？哦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他当然晓得，他说他是导演的、啊，导演的、啊、总监的、制作的都是他。你很能干的。没，我们公司穷嘛，所以一个人干好几个活这样子了。可是你做的都是算蛮严肃的工作，像导演啊这些东西，那你怎么那么好笑？我做的时候不好笑的，很认真的，很认真呐、啊，他很认真在做。嗯，越认真越好笑嘛。越认真，他那种是冷面笑匠，你知道吗？越认真越好笑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也是我们的风格。没错，其实您是从那个《少林足球》开始，大家都很注意到你，对不对？那你。就是走红以后，那很多人都讲说啊，你很像李小龙啊，那你又跟周星驰在一起表演啊，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？有的，每一期都有压力，反正看到他就有压力了，不拍戏要看到他的都有压力了。哦，所以说你们跟他之间还是算是老板跟？对啊，他是老板啊，不敢正视他的，他走过就。每一部大概都要拍多久的时间？少林足球拍了四个月，四个月，对，功夫拍了四个半月，所以说四个月到四个半月，在香港的电影圈来讲是正常的，还是说比较久一点？你要看在什么时间呢？如果以前来说了是正常，现在来说了是超级大制作。哦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现在大概，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去拍，多天就拍一部，没有人电影说一拍3-4-5个月的，对，而且周先生的规定是这四五个月你人全部要到啊，对，人全部要到，人全部真在那里，对，整组戏吗？整组人了、啊，整组对，看一下也看一下谁咯，就是、啊、我们这些吃饱饭没戏做的嘛，所以。